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举起我们的心，单单的来敬拜这位荣耀的主。是的，主，让我们向你歌唱。是的，愿你被尊崇，愿你单单被尊崇，愿你的荣耀遍满全地。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单单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57篇第一节还有第7到11节，另外
诗篇108篇第一到第三，还有12到13节。诗篇57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第七到第十一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也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诗篇108篇1到3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提到约伯，神问约伯，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他的本位。弟兄姊妹，我们盼望神在这一个礼拜让我们知道清晨日光的本位，而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能够来命定晨光，而且我们看见神在清晨这一段时间要透过我们，当我们来唱诗歌颂敬拜跟神对齐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极大的得胜。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来看到大卫。大卫刚刚我们所读的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他在躲避扫罗的追杀中间，以至于他在整个 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怎么样能够知道晨光，而且能够及早起来跟神对齐。那另外一段是他做王，在他做王的时候，他仍然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我的灵，神的荣耀要兴起，琴瑟啊，你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我想假如我们来思想，在我的思想的里面，我想到不只是大卫在这两段，而是在这之前，我相信大卫从很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叫他去牧羊，而当他在牧羊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知道晨光的命定，他也知道清晨日光的本位。我相信他自己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这样一种，在他生命中间，他就是在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我心坚定。他在牧羊的时候，我心坚定，我要行起，我要及早的行起，我要比那些羊群更早的行起。而我当他行起的时候，我相信他拿着琴，琴瑟啊，你当行起。我是一个牧羊的人，我也是一个敬拜的人，我是一个守望的人，我是一个用琴来歌颂神的人。所以在他在那里唱诗歌颂中间，我们看见他的生命跟神对齐，而那个神的光，神的荣耀也充满在他的里面，而他在唱诗歌颂神中间跟神对齐。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后来有一次他的父亲叫他到前线去看他的哥哥在军队里面，然后他就去到前线，而后来他就把巨人哥利亚就打倒了。当他打倒以后，后来他就因为妇女在那里歌颂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这个事情就让扫罗王非常的非常的不满，非常的嫉妒，所以就要追杀他，一直追杀大卫。而在大卫被追杀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洞里面，躲在森林的里面，但是他仍然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的灵啊，原文是荣耀啊，我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在我的里面要兴起，琴瑟啊，我一样照样要拿起琴，拿起来要来歌颂，来赞美，我自己要及早的兴起。我们看见后来他做王，他在做王的里面，在诗篇108篇，在那里仍然提到，他就一开始说，神啊，我心坚定，我的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大卫知道怎么样命定晨光，在晨光的命定中间，他知道神是那个光，他自己的里面他也要及早的行起，然后跟这个光来对齐，以至于我们看见带来不只是光在他的里面，神的荣耀在他的里面，神的圣洁在他的里面，神的能力也在他的里面，以至于看见能够带来得胜。他胜过什么？当他牧羊的时候胜过狮子，当狮子要来吞吃那些他的所牧养的羊的时候，他去把这个狮子打退，把羊救回来，把野兽打退，把羊救回来。弟兄姊妹，晨光的命定不只是让我们早一点起来，晨光的命定乃是让我们早一点起来的时候，我们唱诗歌颂中间，我们与神对齐，在唱诗歌颂中间，神的灵、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看见神带领我们能够得胜，胜过狮子，胜过野兽，也胜过那个巨人哥利亚。不但是这样，我们看见后来诗篇108篇，大卫作王，当他作王坐在宝座上面，无论是在旷野，无论是在洞里面躲避，无论是在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但是他仍然说，我心坚定，我要行起，我要及早的行起，琴瑟啊，一起醒过来，我是一个敬拜者，我是一个守望者，我要来跟神对齐，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要在万民中来称谢神，我要在列邦中来歌颂神。而以至于我们看见108篇后面就讲到，神就应许大卫，让他能够看见，能够带来，能够胜过非利士，看见能够到以东地，能够到各个地方看见，而且各个支派各就各位，带来我们看见极大的得胜。而后面 大卫的祷告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当我们这样的里面，你能够抓住大卫在他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我要及早的行起，我及早行起不只是祷告，我及早行起我要来唱诗歌颂，我及早行起我要让神住在我的里面，我听神的话，让神进到我的里面，神的荣耀进到我的里面，神的圣洁进到我的里面，而神的能力在我的里面，以至于我能够看见神使我能够得胜，能够胜过野兽，能够胜过狮子，能够胜过巨人哥利亚，能够胜过非利士，能够胜过以东所有这些敌人，因为帮助我大卫践踏敌人的就是他，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恳求神把这样的恩膏赐在我们的里面，好让大卫的心的坚定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好让大卫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请我的荣耀啊，我的灵啊要兴起，
禽兽啊要兴起，然后我自己要及早兴起。不，我们来看另外大卫曾经失败，曾经几何时怎么会？那一天他睡，没有及早醒起，也没有早醒起，甚至到早晨、中午还没有醒起，一直到黄昏的时候，他醒过来，然后在阳台那里、平台那里，后来就看见试探，进入试探，就犯了奸淫的罪，接着又犯借刀杀人的罪。弟兄姊妹，我想我提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哪一天或者是哪个时候我们太晚起来我们一定会犯罪，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想法。不，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晚起来，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主义跟宗教的灵的里面，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快快的跟神再连接在一起。我相信那一个失败对大卫来说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在他生命中间非常痛苦的经验，但是我知道，我相信大卫败中求胜，他来到神面前悔改，他再来到神面前再回到那一个及早行起的城市的中间，以至于再一次看见他行起，琴瑟兴起，荣耀灵兴起，以至于跟神在对齐，神的灵再一次充满他，神再一次的能力荣耀再一次在他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看见他可以从失败中间再站立起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相信神当把命定成光这样的真理让我们来看见，让我们来经历，我们也求主施恩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而保守我们怎么样的心，就是我们神啊，我们愿意跟你对齐，不在于一定是不是三点起来、四点、五点，而在于我要起来更早一点起来，而我早一点起来，不只是好像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祷告，我想祷告的。而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唱诗歌颂跟神对齐，我要来到神面前，让神在我的里面，让我的耳听见你慈爱的声音，以至于在这样的对齐中间，我为一天定调，大卫为一天定调，神在我生命中掌权，神也在我环境中间掌权，神也在我所遇到的问题跟困难中间掌权，神甚至在我可能遇到的狮子野兽可能要追杀我的扫罗王，或者是那一个巨人哥利亚，或者是非利士这样的一个敌人，我能够靠主得胜，因为帮助我帮助我们得胜的不是人，乃是我们的主。求主来施恩，让我们进入晨光命定的真理，求主把这样的恩膏，大卫行起及早行起的恩膏赐给我们。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盼望你们跟着我来祷告。主来到你面前仰望你，主来到你面前仰望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大卫，谢谢你让我们透过大卫看见他在你面前，看见他在你面前能够在年少的时候，能够在年少的时候就有及早行起的心智，就有及早行起的心智，以至于不论是在躲在洞穴中，以至于不论是躲在洞穴中，或是坐在王的宝座位上，或是坐在王的座位上，他都能够灵行起，琴瑟行起，他都能够灵行起，琴瑟行起，自己也及早行起，自己也及早行起，以至于在各样面对各样的环境，以至于在面对各样的环境，
都经历主的恩典，都经历主的恩典，你的保守，你的得胜，你的保守，你的得胜。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仰望你，恳求你把这样的心智，恳求你把这样的心智，这样的恩膏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膏也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纵然有失败，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纵然有失败，但是我们还是要再站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要再站起来，让我们愿意靠着你，让我们愿意靠着你，不是在挣扎中挫败中，不是在挣扎中挫败中，而是在你的得胜里面，而是在你的得胜里面，每早晨及早醒起来朝见你，与你对齐，每早晨及早醒起来朝见你，与你对齐，看见你恩典满满在我们身上，看见你恩典满满在我们身上，感谢你，感谢你，祷告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求神使我们清晨苏醒的操练中，不落入律法主义，不落入宗教的灵，也不要在自卑感、挫败感、犯罪感中间一直在那里浮沉跟挣扎，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来到你面前仰望，恳求你来施恩。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我们仰望，恳求你帮助我们更早更早的醒起。哦，主，让我们不断来操练。哦，主，但是我们不要落入律法主义的圈套，不落入宗教的灵里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在圣灵的里面。哦，主，以至于哦。主啊，不是在自卑感、挫败感、叛逆感中间无尘的向我们挣扎。哦，主啊，你让我们得胜，你让我们得胜。哦，主啊，提早请起的恩膏，提早请起的心智，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今天早上，主你再次让我们能够来明白及早行起的恩典。我们求神你再次把这一个心智赏给我们，让我们在及早，我们的灵就苏醒过来。我们借着敬拜祷告，我们也借着聆听，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同在当中，你会将你的荣耀、能力、圣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同在当中里面靠主得胜。主，我们谢谢你，再次求神你也帮助我们来操练，让我们在操练过程当中都靠主恩典，不落入立法主义，也不落入在宗教灵的里面，让我们也不落入在自卑、在挫败、在犯罪感的里面。主，我们求神你再次赐下这样恩典在我们的里面。阿们。我们求神赐下大卫一生心坚定、灵行起、情色行起、自己及早行起的恩膏跟心智，求主帮助我们，要来这一年有一些突破，不是一下子马上，但是每一天早一点，每一天早一点，让我们能够更早的来到神面前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主啊，求你来施恩，谢谢耶稣，万主赐下，哦，主啊，大大卫，主啊，我们为年轻人，哦，来祷告，少年人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心坚定，哦，主啊，能够坚持，哦，主啊，主啊，仰望你，主啊，在哦，主啊，困难中间的，主啊，他们，哦，主啊，在被追杀，哦，主啊，也是一样，主啊，今朝的心情，哦，主啊，主啊，这个非常的平顺，哦，主啊。非常的，哦，主啊，各方面都好像看见，都是爱的手，还是一样，现在你面前，灵力在苏醒，哦，主啊，提早行起，建立主你的恩典，愿你恩待赐福我们。哈利路亚，主是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宣告我的心坚定于你，主啊，我的心坚定于你。哦，主啊，每早晨让我们来朝见你的面，就如同大卫一样。哦，主啊，他说我的灵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哦，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及早行起的心智与恩膏。主啊，愿你今天，哦，主啊，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中间。哦，主啊，让我们不活在律法主义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只在乎早晨与你心与心的连结。主，我们谢谢你。阿们。弟兄姊妹，最后我们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早一点，更早一点。当我们起来的时候，不是只是哇啦哇啦的一直在祷告代祷，
让我们寻求神的面，让我们用唱诗歌颂来赞美，让我们用领导悟性的祷告跟三一神来对齐，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那样极大的得胜。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来到你面前仰望你。主啊，清晨清晨，哦主啊，不是你心中的宗教的实验。哦主啊，主啊，我们来到面前说，我们欢喜快乐，主啊来见你的面，欢喜快乐来唱诗来歌颂你。哦主啊，我们用花园，我们用哦主啊悟性的祷告来与你对齐。哦主啊，让你哦主啊的恩典流进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你的启示进到我们的耳朵的里面，越做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祝你做，哦，做继续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谢谢耶稣，赞美你，赞美你，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因为你说当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主啊，诗人向你说，早晨我必向你显明我的心愿，早晨你也必听见我们的声音。主啊，你是那样的渴慕来亲近我们。主啊，因此这不是一个律法，这不是一个宗教的灵，这是一个爱你的心。我们渴慕你，我们亲近你，我们祷告，我们代祷，我们敬拜，进入真正的进入幔内，遇见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每一天我们祝福，主啊，看这一集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与神对齐，每一天与你对齐，每一天都要经历到你的同在跟荣耀。求你赐下极早行其的恩膏，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在万民中呈现你，在万族中歌颂你，神啊愿